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个孩子与生俱来才能和天赋。面对不同的孩子，就需要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去引导孩子动脑筋，让他们发挥源源不绝的创意，创造无限的可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激励孩子，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，孩子的人生才会精彩。我们不是光培养高分而无才的孩子，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生命基础上绽放他的光彩。我们身为父母，身为老师，都有责任把孩子的潜能发掘出来。教育是长远的播种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，教育是长时间不断的浇水才可以看见盛开的花。我们永远不知道今天的种子他日将有多大的成就，我们必须让孩子明白，先学习，先付出，先努力，先增强自己，让自己光芒四射。教育是一生中最靠谱的投资，父母投资孩子的脑袋，孩子的未来一片光芒。谢谢大家。